弄你鼻子哦。哦，那我给你装回去啦。要。那我也玩一下。我走。我可不可以拿你鼻子走？不行，你要走开。为什么？不能走开。为什么现在爸爸走开？走开。爸爸在那边躺着啊。不听我。干嘛？干嘛？你对爸爸做什么？开。为什么？因为爸爸拉你鼻子哦。我旁边好了。那爸爸坐躺沙发上好了哈。不是，那边。没关系，爸爸躺沙发上啦。哦，爸爸跟你玩呐、啊，我也没有。爸，危险啊！你看，他容易生易怒哦。你爸爸不会起来哦。嗯、因为爸爸跟他玩抓鼻子游戏。一个积木都没有。一个积木。那孩子把我等不住了。永远都不能出来。那永远都不能出来。我可以摸一下你吗？不行。不行哈、啊？为什么那么生气？晨晨又那么生气？只能把宝宝围起来了。你偷笑。你看你还在偷笑，一看就知道是围起来。好啦，赌完了啦。没有椅子啦。好啦，没事，爸爸出不来了、啊、哈，我们继续玩积木吧。好啦，那我们玩积木，爸爸不能出来抓你的鼻子了哈。好吧，嗯。